当然，谈到了西太平洋周边的局势，哪能忘得了北韩呢？北韩曾经沉寂了一阵子，当然不是他任何的所谓的平息下来，而是似乎没有再更进一步的军事动作。但如今情况似乎又有转变，他就在最近不仅是发射巡弋飞弹，还首次从铁道上所谓的机动平台发射了两枚弹道飞弹，射程长达800公里。而这也是北韩首次运用这样的武力来进行他的所谓军事肌肉的展示。巧的是，或者不是巧合，而双方早已经知道的是，南海也在同一天从他自己的研发的潜舰上从海底发射了弹道飞弹。双方真是你来我往，我也飞弹，你也有飞弹，双方是飞来飞去。当北韩今年第五度再拿飞弹博版面，不推新招怎够看？一声巨响伴随剧烈火光，一枚短程弹道飞弹居然冷不防从铁道上发射。执行任务的专责单位正是北韩今年新成立且首度曝光的铁路机动导弹团。15日，他们接获任务，奉命以火车运载飞弹部署在平安南道杨德郡隧道口。只见红色的车厢顶部打开之后，飞弹缓缓立起来，接着再度发射。5分钟内，两度对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短程弹道飞弹，飞行高度约60公里，共飞了约800公里。北韩成功展示移动式发射设备低成本且高机动性的攻击能力，近似破坏联合国安理会的禁射决议，但这口气南韩可吞不下去。潜舰弹道飞弹从海面下赫然窜出，南韩定调的潜舰试射由首艘国产潜舰岛山安昌号还以颜色，且最高统帅更罕见的坐镇全程视察喊话。오늘도북한이이탄소미사일을발사하는그런도발을했는데그런그북한의비대칭전력에대해서우리그 SLBM 이아주효과적인억지력이될수있을것이라고생각합니다北韩这下成了帮衬南韩的工具，因为这枚潜舰弹道飞弹的试射，让南韩成了全球第一个以无核化的背景成功发射潜舰弹道飞弹的国家。朝鲜半岛的对峙让全球冷汗直流，但北韩最呛妹妹当晚还不愿收手。金宇镇首度对文在寅指名道姓的骂，不满他以挑衅一词形容北韩的正常试射，怒呛这恐让两朝关系彻底破坏。只是无论谁对谁错，吊诡的是，北韩在中国外长王毅出访南韩的周末，先射远程巡航导弹，范围可涵盖日韩。等到王毅抵达南韩当下，又射短程弹道飞弹，接连引起事端，到底为哪桩？中国，그리고미국의바이든행정부에대해서북한의핵미사일능력과위협에대한그런주목을받고싶어하는그런의사가표현된행동이라고할수있죠趁全球聚焦中韩时，顺势把话题带往北韩，因为被看见才不会被忘却。林光荣冲锋将军。因此，宣传战就从9月9日太阳节上演。当天凌晨，北韩举行了今年第二次夜间阅兵。金日成广场上，除了英姿凛然的军队列队前行之外，还首度出现了应急防疫军，戴着防毒面具出场。过去有的节目和排场一样没少，金正恩透过华丽的阅兵式鼓舞国家士气，更要刷一波国际存在感。North Korea know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t give it the due attention that it wants. The best thing that he could do now is to continue to basically poke the needle in our side to remind us that North Korea remains a persistent threat. 阅兵之后参谒太阳宫的画面也由北韩官媒大段释出，原先带有神秘色彩的北韩一下子让各国看个够，没想到外界却越看越不懂。因为近年来的金正恩是这个模样，但6月之后的他却是这样。평양청수동지에서수척하신모습보았을때우리인민들은제일가슴아팠다는거
过去约140公斤的金正恩推估少了40公斤，虽然他的健康一直左右政权稳定度的舆论，但这话题在北韩根本不容讨论。官媒一反常态放送民间反应，就连独立媒体也扮起柯南，比对金正恩在不同时期戴同一只表的照片，观察剩余的表带长度确实增加了。若拿二月和六月的画面相比，小金确实小了一号，但这时就开始有人怀疑瘦下来的他其实不是金正恩。时间回到9月9日这一天，凸显北韩军事和国际形象的大厂子，灰色西装搭配领带的欧巴装扮，已非金正恩的穿衣哲学。这天场上罕见的没有出现任何一项新式武器，金正恩居然也没上台演说。党中央委员会的首席秘书长周永几个小时后出现在太阳宫的他，肃穆庄严的场合，他的眼神却一度东张西望。曾在南韩国防部协助分析北韩的专家就大胆认为，同一天现身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金正恩。그때어딘가선배들이말했는데저번에어디그때현지들한테좀위험했대요其实金正恩的替身说在南韩早就不是新话题，为领导人安全等因素刻意安排的分身看似有些不可思议，但对充满神秘色彩的北韩来说，外界的这项揣测也证明金正恩在国际间仍拥有第一男主角的实力。即便是7月30日军方干部培训会议，金大元帅后脑勺多了一块药布，也成了多国聚焦的要点。Is it really in North Korea's interest to show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Kim Jong Un is shedding weight? And if that has, you know, health issues, then how is North Korea going to manage succession, the internal stability, and all these other issues that are going to be important to, you know,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然而无论是北韩政辩论还是金正恩的软禁说，对比不可考的流言甚嚣尘上，但眼见为凭的军事威胁确实没少过。Now, we have commercial satellite imagery provided by Maxar, and it has been assessed by the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y believe that it shows that North Korea is expanding its Yongpyeong nuclear research facility complex.北韩用飞弹唤醒世界之后，试图提高核武用的浓缩铀产量也成为刻意曝光的秘密。当全球为阿富汗撤军以及新冠疫情忙得晕头转向之时，走不出制裁困境又不愿示弱的北韩，只能用武力和舆论抓回世界的注意力。只能说北韩的居心一如他的飞弹试射，难以捉摸却又难以忽略。